快家人们啊，咱家这款喜君的玉米面条可来大好事了，之前就说让你们再等等再等等，它肯定还能便宜啊。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五一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卷到了个位数，现在呢是909的价格啊，整整到手五大包啊，每包呢都是250克半斤装的，还不够，另外老金这边再给哥哥姐姐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809到手是整整五包玉米面条。咱家这款玉米面条呢是东北绥化生产，东北绥化发货啊，厂家直优的一款面条，味道呢是嘎嘎正宗，就连价格啊也是嘎嘎实惠。它每包呢都是这种真空独立的小包装啊，咱吃一包拆一包特别方便。并且呢，咱家这款玉米面条啊，配料表特别干净，只有2项，玉米粉还有水啊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像咱平常做个冷面了，做个热面了啊，做一个小麻辣烫了，当一个火锅的一个主食啊，怎么搭配都是特别好吃。它吃起来的口感呢，就是 QQ 弹弹、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。玉米面条呢，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啊，咱多吃点粗粮对咱们啊都是特别有好处的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啊，这高那高的啊，都可以去吃这款玉米面条啊，因为这款玉米面条呢配料表特别干净啊，不含烂马七糟的成分。家人们啊，现在呢厂家为了冲刺五一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卷到了909到手五包啊，并且呢老弟这边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，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809到手是整整五包玉米面条。厂家控价之后，咱这个优惠券可就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啊，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挂没挂成功啊，如果是809到手五包的话啊，咱赶紧去安排。